这个药你拿回去，一天一粒，下个星期你再来找我复诊。嗯，好。云长，你也在这儿啊？谁是你亲爱的？雷亚，你来了。云长，你别误会。雷亚，走，咱们喝咖啡去。好啊。给你们尝一下这个咖啡啊，特别好喝。这可是我朋友从南洋带回来的。什么料啊？是奶粉。哦，奶粉，我对奶粉过敏，不能喝。那给我吧，我要喝加奶的。好呀，我们换。嗯，好。不，这是给云长的。他过敏啊。你给人家。给我吧，没事。求你，求真天。我来。好喝吗？好喝。小姐，急诊室里有个病人受伤了，挺严重的，你赶紧去看一下吧。哦，雷亚，你先在这等我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好。你怎么哎，不好意思。哦，亲爱的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亲爱的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别碰我。